家晚安，大家晚安。今天起床，你说今天吗？我今天早上起床，我今天早上就起床了。哦，对，就是上次买披萨订的没有喝完的汽水。谢谢林神推的带你去游览。没气了吧？还有气啊？嗨，玲玲，嗨。谢谢玲玲神推的爱的公式，谢谢玲玲神推的爱的公式，谢谢志宏的爱的公式。好多爱的公式，太多了吧。蛮漂亮的这个礼物。Hello， 安莎卡拉卡，全部送给玲玲，谢谢。爱的公式 ，OK， 这个谐音很 OK。如果我没有了铃声的话怎么办？我这样子会不会直接变成，就是直接没有，直接就是没有各种，不会有名次。我如果没有铃声的话，我就没有名次了，因为我的礼物几乎都是铃声在送。没差，反正 TP 很多这种，就是一个人的财力就可以让一个小偶像抵过很多粉丝的 TP 的，就是这样。但是我很担心，如果没有零零神推要怎么办？对啊，总不可能说露露你来吧？怎么可能？露露还是学生。现在变成新鲜柠檬的告白气球。这是沙林，
不太讨喜吧。林有6000粉丝啊，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其实有粉丝没有用啊，就是一就是你也比我多粉丝啊，然后他的粉丝有一半也是粉丝帮他冲的粉丝，所以不是真的粉丝。然后也要看公司喜不喜欢你啊，如果公司喜欢你的话，当然会把你推到很前面的。一个石油王成叫他 TP 不就这样吗？浪客浪没有意义、啊，我其实也是这样觉得，但是玲玲神推喜欢的话就让他客啊。因为其实还是我们还是会分到一点的礼物啦，就一点点，可能10%我们占2%吧。公司喜欢你比较重要，是啊，不是吗？这不是很现实的事情吗？就蛮明显的吧，喜欢就是我就是不被喜欢那个。谢谢玲玲神推，天哪，有玲玲神推太幸福了吧！所有事情都他找，难道15名也是他找的？真的有吓到哎、欸，就是猜拳大会也是，能前几名也是玲玲神推，好像蛮多人都这样子，一定就是可能你就是瞎瞎这样。卢卡我是不知道啦，但是一定会有几个大粉丝。对啊，我们只能分到一点点，但是我的算多了，因为零零神推，但是还是很少，但是我的算多了。火箭队花了10000块丢礼物，你实际也拿不到100块。对啊，这个很现实，但是零零神推他喜欢呢、啊。喜欢就让他做吧，就是他喜欢他的自由，因为毕竟这是他的钱。谢谢数字加送的，谢谢数字加送的，我来签到。玲玲太可爱到我要吃午餐了，现在不是已经晚上了吗？刚刚结束公司团建，回到公司赶上了，恭喜潘森。有公司才有玲玲啊！谢谢幻影战士的浪的心，没有啊，我不需要。为什么有公司才有我本来就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钱人的生活就在我的服饰，反正我就哈到了有钱人。公司倒了怎么支持玲玲？那个你可以问问看那些去当地友的人，他们是怎么。其实我觉得就是可以自己打天下，我觉得可以自己去做很多事情，没有不好。反正就是不多啦，但也没有很少。我觉得我算多了。谢谢玲玲神推的爱的公式，我从刚刚到现在完全没有停止一次，画面是没有爱的公式的。谢谢数字加送的，我来签到。如果没有进入 TP 零，你会想去当地友吗？不会，因为其实我本来能进来就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我本来就没有特别想当偶像，因为我是想当艺人。对啊，这是一个过程，因为我想当艺人或是演员，本来就没有想当偶像，因为进来是误打误撞，真的超级误打误撞嘞！我真的能进来，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天哪。连安安都说我真的是吓到了，就是我能进来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很幸运的。玲玲今年多大？我今年17岁。
时间过得很快的。哎，这个刘海真的很尴尬，好尴尬的刘海哦。我刚跳出去了，我刚跳出去了。我要来感谢玲玲神推送那么多的爱的公式，我要来用它送我的特效，来招我的粉丝。大家要去按。生写真的赞，大家要去分享生写真的赞哦！大家要去分享生写真的贴文哦！大家要多多指定哦！这句话应该说过不下百次，不下百次，不下百次，不上百次，不下百次。真的下个月的更赞，我真的非常开心，我的赞能媲美卢卡。我觉得我这次不输哦，我觉得我这次神写真不输，已经分享了，谢谢穆婷，本人不输。林奇然只会特别去买巧克力享受吗？不会，我平常就会买巧克力来享受，不会特别情人节。没情人，没有，干嘛特别去买情人节享受啊？阿舅，你就很孤单一个人去便利商店买巧克力，自己一个人享受吗？但这个月就不买了。那你如果后悔怎么办？我觉得你会后悔，毕竟如果你是比较喜欢甜一点的，这个月就会比较 OK， 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咸一点的，就下个月。因为其实我觉得三月有点太安全牌，打太安全牌了，就是它很可爱，然后背景也很可爱，然后粉丝也很喜欢，但就是太打安全牌了。为什么？怎样？安安很闲，是不是来看我直播？我已经玩播半个小时。钢铁弟弟常常跟我说想要指定你的神仙，那就指定啊！那就指定啊！干嘛考虑就指定啊？在聊什么？你干嘛来啊？我们刚刚在乱聊，没有在聊什么。谢谢玲玲神推的佛尼玛，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什么叫佛尼玛？这个礼物有点好笑。安全就要等夏季了，希望有泳装跟一样香。可是泳装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压线穿到泳装，毕竟本人还没满18。如果是八月初的话，我8月10号可能就没有机会。所以我觉得没有机会，因为我还没有满18，没办法穿泳装，可能要等下明年、去年、明年、明后年吧。安安可以穿泳装了，我想看安安穿泳装，我想要看安安穿泳装，笑死！安安他可以直播之后就来看我直播，太感谢了。玲玲对身材有自信没有？我超没自信的好吗？他不是说最喜欢玲玲，拿给他穿。玲玲会想穿泳装吗？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我的泳装款式。我和那个
我和小三美玲上次去游泳买的泳装，可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就是分享给你们，我怕被 ban，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好了。可是那个泳装就是不是特别裸露，就是普通的泳装，它要就是两节式的这样，但它没有特别的说 V 领什么的。对，我没有办法给你们看嘛，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应该不会被 ban 吧，就是泳装而已，但它没有。没穿着还好吧，笑死，你们真的想看、啊、你们真的想看吗？哦哦，那分享应该没事，笑死。就跟上次他们穿的差不多，只是我穿的是黑色的。想看，那我等晚一点好了，晚点。晚点，我觉得不要好了，不然你们会没想太幻想一些有的。感觉你蛮喜欢吃甜品，对啊，我很喜欢吃甜的。我通常不是买曼陀珠，一个人就是通常人买我就是通，我要说什么？通常你们买曼陀珠不就是？通常你们买曼陀珠不就是一条可以吃好几天吗？一条，我两三个小时可以一直吃，因为有时候我会克制我自己，不然如果我不克制我自己，我可以一直吃馒头，一直吃，就是接一颗，含两颗这样嚼，然后吃完了，不到一小时，但是我会克制我自己，压时间压到不要，就是间隔一段时间再吃，这样就吃，我可以就是一直吃，不像一般人可能要吃个好几天。然后大家睡不着，不行啦！我还没有看到有成员自己发泳装照片的，除了生写真那次以外，其他完全没有。我不想要当第一个，也不想要当最后一个，好吗？对啊，我觉得最好吃的口味是薄荷跟葡萄，好像也只有这两种口味，还有彩色的。但我觉得彩色的不好吃，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葡萄跟薄荷。我葡萄跟薄荷混着吃，就是曼陀珠不是很常买一送一吗？我可能就买一条薄荷，然后送一条葡萄，然后我可以一口葡萄，一口薄荷，一口葡萄，一口薄荷，这样一直吃。我现在搞到我现在很想吃曼陀珠配可乐，直接爆炸！谢谢林珊珊她带你去流浪，好笑。我有时候看 IGTV 的视频，他们就是有人很无聊，然后就把那个曼陀珠串成一串，然后这样放进去，然后被喷出来，很好笑。我不喜欢综合口味，我觉得综合口味有一种很怪的素甲，很怪的色素。焦味，我不太喜欢，可乐味才是最高。有可乐味的曼陀珠，我在香港吗？曼陀珠是直接咬还是含着的派呢？我会含一下，我会含，有时候会直接咬，有时候会含一下再咬。你不要去尝试这个实验。那现在要试试看吗？试试看什么？我现在就没有曼陀珠啊，不然我。不然我真的投一颗下去给你们看，实验不要乱做、哦。等一下，我家的床全部都是可乐。安今天去吃海底捞，可恶！我已经想吃海底捞很久了，我今天没有去吃到海底捞，我就今天去家里附近的那种火锅吃到饱店，我妈陪我去吃火锅。对，然后我妈就是陪我去吃火锅，然后她付钱，当然她付钱。然后我和我妈就这样两个人吃到，想当然两个女生，我妈食量跟我食量一定不会吃很多。谢谢你们的红玫瑰，想当我的哥哥，我也想要有一个哥哥哎。
不要再加班。我也想要有一个哥哥哎、欸，我已经我有一个弟弟，我就还给他200块，然后他脾气很差。我也想要有一个哥哥哎、欸，怎么办？没办法，我已经是最大了，我是我们家里最大的，但是我还是公主。我就通常家里最大的，不是要么就是被最疼的，要么就是被最放养的那个。可是我就是被最疼的那个，因为我讲一下我的故事，因为我刚出生的时候在深圳，然后我刚出生的时候在台湾，然后有一阵子就回去跟我爸妈他们去深圳，然后去深圳读那边的幼稚园，然后那一阵子就是第一个小孩嘛，大家都不会养小孩，然后换尿布啊什么的，他们就是也是第一次帮小孩换尿布，所以我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小孩，然后大家就是全部就是掌上明珠，就是在我就是掌上明珠，然后大家都把我捧在手心上这样，然后直到我弟弟出生之后，我就会跟我弟弟打架，因为我觉得我的地位不保了。可是之后我弟出生没多久，我妈还是比较疼我，妈到现在都还是比较疼我。因为今天我妈喊我去吃火锅，然后我弟去淡水，然后我妈就说：“哎、欸，我等一下要上班哎、欸，要不要等一下自己来把它吃完？”我说：“不要。”说：“那不然叫弟弟来呀、啊？”可是弟弟，我说弟弟在淡水，然后这样，我就说：“那我拍照给他。”我妈说：“不要拍照给他，他会生气，说怎么不带我去吃？”就是好像很多好康的都是我先拿到。我妈对我比较疼爱，就是我弟弟有去打工，然后我也想去打工，可是我妈就会不希望我去打工，因为我妈觉得那个工作不是她觉得不是我做不好，是因为我妈觉得她不想要让我去做这种劳力，就是但是我弟弟他个性是比较可以勤劳，但是我妈觉得我的个性比较公主吧，所以我妈就没有要打算让我去打工的意思，因为她觉得会做不好。就是不希望，因为我妈觉得那个太辛苦了。然后我的零用钱本来就300嘛，然后是我爸之前一天才给我弟200还250，然后是因为我妈给我300，所以我爸才开始给我弟弟300块。谢谢伟哥送我深情告白。但是我爸比较照顾我弟啦，因为如果我爸不照顾我弟，我弟就变成野孩子了，每天跑出去，他现在也知道是每天跑出去，男生好像他现在也就是每天跑出去，但是至少还有我爸在管，对，至少还是有我爸在管的，他不是没有人管的，我妈在管我。有没有听到气泡声音？还是有气的。我也有照顾我弟啊，我给我弟200块去淡水，笑死！就是因为我自己有在这边嘛，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薪水，这样就那么一点点。然后我可能就是偶尔会去领钱啊什么的，我妈就会禁止我。我妈就会想要帮我存钱，可是我还是会想要领钱，因为我有时候会出去玩，然后或是买自己的衣服什么的。可是我弟弟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完全没有任何财力来源，然后他也没有打工什么的，所以他就是徒手要钱的人，他就徒手跟我爸要钱。可是我爸就是比较小气，我这样爆我爸料好吗？对，我爸就是比较小气，我爸非常小气，就是我爸跟那个蟹老板吧。我爸根本就是蟹老板，他就很小气，我爸就很小气。对，高一还好吧？想起你说你在机场，对，我真的很好笑，因为那时候玩爱喝王老吉，到现在也是王老吉派的。对，就是吃火锅一定要喝王老吉。然后那时候我们好像在机场等登机吧，还是哪里我忘记了，反正是等。然后我们就坐在那个机场，不是都会有椅子让我们坐在那边等嘛？然后旁边还有贩卖饮料的机器，机场不是都有贩卖机嘛？然后我们就去投王老吉。然后我那时候好像是怕我们喝不完还怎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爸不买两瓶，就买两瓶就不要吵架啦。我就拿着王老吉喝，然后我弟弟就
我第一就想要跟我抢王老吉，我觉得我这些东西怎么可能给别人的？就是，对我根本不把我当我弟当一回事哎、欸，就是完全没有给他王老吉一次，他就因为我比较高嘛，我就这样，那、他拿不到。而且有一次我们在深圳家的时候，好像也是因为我们要放音乐吧，我们那边不是有音响，然后放音乐，然后就放我自己想听的歌，然后我弟要放他自己的歌，还会乱点，我就把他推开，我就是从小有霸凌弟弟的体质，可能到因为从小这样子欺负他，然后他有点生气，所以他长大后就来反击我的感觉，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就是他长大后就变得有点翅膀硬了，这样整天跑出去，然后娘来房间梳一下头发，看一下我在干嘛，不要哭，这样他就不要哭，干嘛？这样，然后就说你干嘛来房间里面？然后不要穿鞋子来房间，然后就生气，怎样啊？就说哦，他就开始跟我顶嘴。我最近还给他200块，超好笑，因为我弟弟昨天我跟你们讲超好笑，就是我要去淡水，然后跟我爸要钱，然后我爸要说。哦，我太了解你了，我给你钱就马上花光，我不要给你钱，我已经给你300块，我不要再给你钱了，因为我太了解你了，这样，因为我弟就是一个花钱如流水的男人，这样，然后还是男孩，然后我听到我就说，我认识你过来，200块给他，我说你什么时候对我那么好？我说我对你不好吗？然后之后我很生气，我就跟他说，好，我给你200块，你不要再跟妈咪拿钱，因为我不懂为什么我妈已经给我钱，我就基本上不会跟我爸要钱，可是我爸已经给我弟要给钱，给我弟钱了，我不知道什么我弟还要来跟我妈要钱，所以我就说好，我给你200块，你不是跟妈咪要钱这样、然后他还是跟我妈要钱了，你知道他要几百？他要50，他50块也拿哎、欸，他50块也拿，我想说50块到底可以干嘛？买一杯50蓝吗？大杯吗？50块到底可以干嘛？我就问50块到底可以干嘛？50块到底可以干嘛？凑你里面的10块当变成100块了，50块到底可以干嘛？我不能理解，就一定要一下，但是50块也要。我觉得真的是，我真的是，我比较贴心啊，我都会为我妈妈着想，我怕她花钱太多。我真的不懂，因为其实我会买什么衣服啊什么的，我都自己想办法生出来钱。可是我弟他买衣服就是变成说他要跟我妈要，对，所以就我爸也不会帮我弟去处理这些生活杂品，所以我弟都会跟我妈要买衣服的钱，可是我都是自己处理，我高一就这样子，我弟还在那边，对，我觉得请加油好吗，弟弟，请加油。因为他学校要练团很辛苦啊什么的，所以他也没有时间打工，很好笑。但我其实觉得我比较懂事啊，毕竟我姐姐嘛，我觉得我比较懂事，虽然我也没有到很孝顺，我觉得我没有到很孝顺，但我也没有到非常真的很不孝，但我也没有到。很孝顺，就是我就是一个中间值，然后还是会不会那么常跟爸妈要钱，就生活费300块这样，但是我绝对不会跟我爸要钱，因为我知道我爸绝对不会给我，因为我爸真的太小气了，我爸真的太小气了，我还包给我爸红包，他开心的要命，我包给我爸几千块、1000块的样子，我爸超开心的。小心弟弟在外面借钱，他就是会超扯，他就是连早餐都会跟我朋友先拿，然后我还要帮他先还我朋友，然后他才要给我钱，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心到底是有为什么会就是一直的没有钱花，就是明就是要给他，你会帮妈妈捶背吗？不会。我今天我帮我妈晾衣服啦，
我真的很生气，就是我虽然家事做不多，可是跟我弟比起来，我觉得我家事做的比我弟还要多。而且我觉得我爸妈他们对我家人，就是我家里就是比较属于一个要女生要嫁出去，然后要帮要学会很多做家事跟煮菜这样。然后我阿嬷跟我妈就是会要求我要做家事，所以我都会洗碗或是端碗盘或是晾衣服。我非常不想做，可是我还是会做，毕竟女生嘛，男就是比较刻板印象是女主内男主外，然后我弟就爱往外乱跑，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时间帮忙家里晾衣服什么，他也不会去做。歧视男孩什么什么歧视男孩，什么歧视男孩？就是请弟弟加油，在学校表现好不代表什么，好像客家人都这样，谢喽，对啊，是怎样？我觉得这样没有不好啊。我今天去吃火锅嘛，然后那个火锅就是吃到饱，那味道超重，然后我那个水，我本来想吃水莲，然后结果我已经吃到饱了。对，我就吃到很饱，然后才看到水莲，水莲才端出新的，所以我今天水莲只吃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那一家就是上次跟平涵他们去吃的那一家的火锅的水莲比较好吃。爸爸会比较疼女儿吗 ？But 不会，我爸比较疼我弟耶。对，我爸比较疼我，就都疼都疼。我觉得真的是真的，就是我妈也很疼我弟。但是如果要说比较疼谁的话，我觉得我吧，我觉得我比较被疼啊。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爱找麻烦一点，所以我比较会让我爸妈烦，因为我比较问题比较多，所以我爸妈会放在我心上的，就是比较把重心放在我这边，然后我弟就随便，就因为他很爱乱跑，我真的不懂，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家小孩那么爱乱跑，超夸张的。哦，他可以，他很厉害哦，就是他出去也没有去到什么一个目的地，他就是淡水。然后去淡水，跑回去西门，然后西门可以去便利商店坐着玩电动，玩好几个小时。他说他国中跑出去都在便利商店玩电动。Hello， 你在家里玩就好，为什么？他可以一直跑，一直跑，然后不知道他去哪里，一下跑来这，一下跑来这，然后跑回去又跑回来，超厉害的。我喜欢吃水果青菜类型。对啊，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你跟你弟完全不同类型，就是各有各的优点。可是我比较乖啦，我觉得我比较乖。虽然就是老师都说我的弟比较乖，但是我在家里比较乖，我弟在家里比较皮。我觉得我蛮宅的哎，好动的孩子比较有想法，思维活。我不好动，我也很有想法，我思维也很活跃，好吗？我不好动，我很安静，我能静能动，我即使能动，但不能静。他没有办法，我怀疑他有过动症。好，我真的很想要让他看可不可以，就是坐着，然后读看书一整天，不要说一整天了，一小时，他也没有办法。叫他看书又没有办法了，怎么可能？我觉得我很难待在家里，我觉得其实我蛮宅的，但是我不得不宅，因为没有人约我出去。就是我朋友没有多到，我也没有主动到会去约朋友，就约不约这个就是随性。就可能今天有练习，练习之后和杰信去吃饭，可能练习之后陪安安去吃一篮这样，但不会特别约去哪，或是朋友约我那天 OK。
床上一整天呢、欸，因为我觉得棉被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软软绵绵的东西，然后棉被刚好就是软软绵绵的东西，所以我很喜欢棉被。我可以就是盖着棉被，然后躺在床上不动。我饿了我也不会去找吃的，因为我不想动。有一次我不舒服，然后我就躺在床上一直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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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舒服，然后想吃东西很饿，然后我也不想动，我就一直躺在床上一直躺在床上，然后就跟我爸说有没有普拿疼，他说你都几岁不会照顾自己吗？我会照顾自己，但我单纯就想躺在床上，我就不想动，就是不想动。你是想出去但没人约，还是不太想出去啊？嗯，一半一半耶，而且也要看我有没有想去的地方。就是我朋友约我明天去溜冰，我就是没有很想去溜冰，可是因为我朋友他说他们要不要去，我想说他们要去，那就陪他们去一起，反正是我很好的三个朋友，两个朋友这样，所以我们明天要去溜冰这样。就是我其实没有很想溜冰，因为我比较近一点溜冰。我记得我有溜冰过，我从不会到微会，但我觉得我现在完全忘记，我可能明天要扶我朋友吧。我觉得我明天可能会滑倒，怎么办？我觉得很可怕，但是我不要去了。溜冰耶，不是很想溜耶。说到溜冰的小巨蛋，欸，我有问你，你为什么都不发宣传文，就是生写的贴文？他说他只有发现，因为他只有发现动嘛，他说他不想要留在板上，他说不好看，就是你觉得他的长相不好看，然后我就觉得，可是你就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团不是特别看长相，就是我们团不是会看长相的团，女团，所以我觉得长相在我们这边。有加分，但是不是说很完全的加分，你懂吗？所以我觉得，就算长得不漂亮，在舞团还是有发展的机会。嗯，很羡慕你，就是公司的人都很喜欢他。很久没溜了，原木。我大概上次溜冰的时候是国中的时候吧，国二嘛。谢台中阿美族伟哥送的杏仁宵。现在也不懂标准，嗯，就是公司喜欢就是这样。谢谢阿元送的爱的烟火。啊，这个是不是很可爱吧？你知道音乐时期你们不是会玩那个吗？两面然后这样敲打会有那个砰砰砰，好想玩哦。我最近在 LINE 上面买了贴图，我终于知道怎么买贴图了，可是我不知道我钱是要怎么出。欸，我买 Netflix 我也不知道我的钱是要怎么出，好像就是在订单，就是在那个月付的那个手机小钱里面，可是那个好像不是我缴的，没差，当做我没有催事。反正我妈前几天在看那个僵尸校园，然后我就跟她说你不要用那个东西看啊，用 Netflix 看，如果只看长相你马上就上选拔了。谢谢你，真的是谢谢你，可能能力不足，但是我觉得我能力也没有到很差。好，我继续讲，我等一下再讲回这个。好，我记住这个话题，我等一下再讲回这个，我先讲 Netflix。 然后我妈就用我就是
就如果嘛用 Netflix 看僵尸校园，然后他就看了，所以他就不会再生气我用 Netflix， 因为他自己也在用。我跟他说你可以用哦，你可以用哦，因为他用了，我就不用付 Netflix 钱，而且他也没有跟我要过。然后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 LINE 上面也可以买那个表情包吗？不是贴图，是表情包。然后我就买了一个猫咪，会动的猫咪跟兔子，超级可爱 ！Oh my god， 超级可爱！我就每次用，我都心情很好。然后还买了一个主题，我买了一个粉嫩爱心哦，心情超级好。就是只要点开 LINE 那个粉粉爱心，然后那个藕色的，藕色就是偏莲藕的粉色，超美。我最近很喜欢这种藕色，就是。粉粉嫩嫩的藕色，白白的、啊、咖啡的，接近咖啡的粉色，超美。然后再加个小爱心，超美，超喜欢这种格调、这种风格。谢谢陈玉的闪光星星。好，我先要来讲回那个长相的那个部分。长相的部分，我觉得。来，我们团有几个长得好看的，我觉得，一，大家都长得好看，都会想到小迪吧？大家长得好看，都会想到小迪吧？小迪、林姐、小迪、林姐、我们不要以日本，我们以大众，好不好？果果，我觉得果果长很正哎、欸，你们不觉得果果长得很正吗？就是他的脸很正，就是一整个美女、啊，很标准美女。果果，你们不觉得果果很正吗？我刚刚讲的这几个是我觉得漂亮的，果果、小迪、林杰，我觉得很正这三个。对啊，果果正，而且果果是正式生。可能他中间有休息，所以他没有办法上学。就是林杰，其实他也是晚算晚上学的。那以林杰的实力，他这样子还算是有点可惜。大家都很好看啊！啊，我不是林俊勋和你也很正，我觉得林俊勋是可爱耶。啊，对，这团是可爱，我忘记了。可爱，但就林玉星啊，林玉星可是可爱长大的，拜托。我今天本来想用那个哭哭，可是我的头发刘海好尴尬，不尴尬刘海，哎，要长不长，要短不短的哦。谢谢阿凯哦，我很喜欢林杰，他很正。你们有看到那个影片吗？他三周年挥旗的那个 ，Oh my god， 超正，女神女神。我觉得婷丽的漂亮是有角度的漂亮，就是我觉得林杰侧脸很美，就是她林杰不是婷丽来，婷丽的侧脸很美，我觉得婷丽的侧脸很美，但是正脸就圆圆的，然后鼻子。圆圆，但是他侧脸很美。我不知道有些人的角度就是侧脸很美，像婷婷就是侧脸很美。我侧脸就很怪啊。我也喜欢林杰有刘海的时候，我觉得林杰有刘海的时候长相又更可爱，他就圆。玲玲任何角度都很好看，我嘛，你们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吗？但是我觉得我的型在里面团不吃香哎、欸，就是你不太吃香，可能是感觉问题吧，太小孩子 是不太吃香。双马尾有啦，但是双马尾是因为你们喜欢才绑，但是我平常。不会绑双马尾，有一阵子去学校都在绑双马尾，有一阵子非常爱双马尾，但现在就还好，现在都没有在绑过了。现在高三还绑双马尾，这有点羞耻。可是我喜欢兔子的心还是没有变，我贴图买兔子，然后就会传在
任何群组跟一些对话都在用兔子，我自己看到觉得可爱到爆炸，就是其他人看到都觉得说这贴图是怎样，一直动来动去，然后两个兔子，两只兔子，然后兔子还会动，然后猫咪还会在那边笑，然后那就觉得我问题是什么文字都要用贴图，就可爱啊，超可爱的，看到心情会很好吧。或许跟玲玲心中理想有点差距，但是好看就是好看，你身材很好，在舞台上面很有偶像感。听你在讲咧，听你在讲咧，讲话感觉蛮有气质的啊，我就喜欢你这种类型。谢谢潘森，真的是潘森，谢谢潘森。反正我喜欢的都相当好看的，对对对，我相信家属的眼光。我身材好吗？可是因为我真的太瘦了，因为我爸说我爸说你单看还好啊，你也没有，你单看没有很小只，可是你跟你团员站在一起的时候你很小只。我没有说我团员很胖，就是因为他们太高，我太小只，是我太小只，就是我在他们旁边很小只，就是你没有看到三周年嘛，就是我就是那个，就是最小只。我站在安安那边，我站安安已经够瘦，我在安安旁边我的腿又更细，对不起，我真的是太小只，我看到我都觉得我真的是可以不见了。是有一次我量体重，我好像36，然后姐姐就看到我就说你不要再瘦下去了，你多吃一点，你要不见了。她说你在舞台上要不见了，我已经站在很后面了位置了，我已经站在很后面的位置，然后我还看不见，我还这么矮，我还这么小只。我又不是果果，果果他站在后面，他至少很高啊，至少你们看得到。我就是那么小吃，没有办法。没有看到 reset 吗？ reset 我拍到孟纯旁边，然后我就是最右边，最边边角的那个。然后我跳再大力，你都看不到我，因为我很小吃。然后前面还是柱子，前面还是柱子。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就是每天起来见到他。不会，不会。我觉得 我不会，我觉得不会，因为他们习惯了，他们习惯我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新春影片之前 Daisy 新春影片，我们不是有吃披萨吗？然后我才吃两块，我就说我饱了，然后我就被全团人，我就被 Daisy 全部的人攻击。他说，他就开始学，我说，哦，我吃两块披萨，我饱了，我吃一口饭，我饱了，我饱了，这样。然后有一次我跟我妈去吃饭，我就说我不喜欢吃食物，然后其他人听到就说天哪你不食人间烟火，又说我不喜欢吃食物，笑死。柱子也比你胖，柱子当然比我胖啊，比柱子胖的人应该也没有几个吧，可能是你站 你的位置可能是旁边吧，欸，如果有二期生连上选拔，你会怎么想？有他的粉丝都比数字胖，我也看不到你们。三六应该差不多全团最轻，我已经是全团最轻的了，跟品涵差不多，但是有时候会是全团最轻的。我这样讲出去真会被打，我是女团最轻的。我之前待过女团，我在女团里面体重最轻。我跟品涵不上不下，但是有时候我会比品涵还要再瘦。而且如果不看体重看体态的话，我其实比品涵还要再小，再细一点腿，整个感觉。因为我们还是有差，骨骼还是有不同。这是可乐吗？对啊。那你想增到几公？我想要变到158，然后42、43，还是过轻？就是我想要157或158，然后42或43。我说连上欸，连上欸，谢谢回来的元宵提灯，就可能五单上，然后六单又上。
你会怎么想？玲玲多吃一点就可以达到目标了。我觉得我吃不胖，对不起，我再次澄清，对不起，不要再叫我多吃一点，我怎么吃不胖？我今天只吃一餐，可是我吃到饱。我觉得我现在寒假这期间，我完全就是变得一整天只吃一餐，然后那一餐吃超饱。想看三体生一进来就选拔，感觉会带来很大的冲击。然后他们够格啊，多吃炸物，多喝真奶，多吃甜点。我喝真奶，我也吃甜点，我也吃炸物，我都吃。我超爱吃甜的耶。刚刚佳安才谈起你，他说话什么？对不起，我的可乐瓶掉了。你是在168你？这是168，我不知不觉在减肥吗？没有吧？我不知道。我有一次把168说成365，就是不是因为柏林他们在谈怎么减肥，然后就有谈到，我就好像我想起有个减肥法叫什么一个三个数字，然后不是168吗？168减肥法，然后我记成365减肥法，然后我就说不是有那个365减肥法吗？然后他们就说什么365减肥法那什么东西，然后就有人说是168吧，我说168吗？不是365吗？168减肥法，365减肥法是什么？365天纸飞机吗？还是什么365天不吃东西？超好笑，那一定很瘦，365天不吃东西，多吃甜食会让女孩子笑容更有魅力，因为甜美加水都不会，会越吃越胖，笑不出来了。365减肥法，很对不起，我记成365纸飞机，一年不吃东西，超好笑耶，直接飞上天了吧。他说你们常一起吃东西，哈，我常跟谁吃东西？我说我安说我常跟谁吃东西，我很常跟安去吃一兰。我知道安今天去吃海底捞，我想吃海底捞吃很久了，我没有吃到。第一次去吃海底捞还是和妮妮跟姐姐去吃的，是姐姐请客。哦，说我们两个人上去吃东西，我们都吃什么？我都去吃一兰了，又很饿啊。不是，安安很瘦，我跟你们说，大食怪是安安，他一兰可以吃三份，他一兰可以吃加，他跟我说我一兰可以加三份面呢。我挑战过一兰加饭，然后但我有挑战过一兰加半体育，但是我没有挑战过一兰加三份面。玲玲再去请姐姐请客吧。啊，海底捞很贵耶。一兰一份很少，我也觉得，可是我加饭就饱了，我加一碗饭就饱，我还饭泡汤跟面来吃，很好吃，可是我饱，我就会饱，一份基本上一兰一份一碗面加一碗白饭我就饱了。你们可以推荐我吃什么烧肉啊之类，我现在想要收集很多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吃的餐厅，因为有时候我可能会自己一个人睡到下午，然后我饿，然后我不知道去吃什么，我都找不到餐厅。你们可以推荐我去有什么餐厅之类，一个人去的餐厅，然后价格正常合理。我像上次我跟林杰星去吃东西，他就和我去台北车站的烧肉 like 吃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吃，之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吃烧肉 like， 然后点260，如果饿的话就点260的五花肉，牛五花，如果还好的话就160的牛五花，这样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吃。但是我现在收集这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吃的餐厅，也就是一兰跟烧肉 like， 其他自己一个人去吃太尴尬。大家可以推荐一下还有哪里是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吃，然后好吃，然后价格正常的。我就觉得很尴尬啊，像我妈今天跟我说我可以先去忙我的事情，你可以先自己跟在那边吃火锅吗？我不要，每桌都四个人，就我一个人这样吃一碗火锅。
这里的粉丝都没钱吃饭的。我不知道哎、欸，烧肉 like 吧，烧肉 like 很好吃哎、欸。我看有粉丝去吃烧肉 like、啊。到底还有哪里可以吃东西啊？一个人去吃的那种，不要跟我说两餐，两餐就是一个人去吃的东西。到底还有哪里是可以一个人去吃的？谢谢林神推的爱的公式。麦当劳。哦哟，麦当劳是什么东西啦？对，有时候我会自己一个人去吃麦当劳。但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吃啊？谢谢林神推的爱的公式。到底还有哪里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吃？哎，容我思考一下。你们会去自己一个人去吃什么？西餐太贵了，你们都自己一个人去吃什么？感觉凌晨就自己一个人去吃那种五盎司的牛排，然后那种牛排被小小块，然后一盘都好几千块那种，2000起跳。感觉凌晨就自己一个人去吃单价2000起跳的餐厅，哦，奢侈，什么超贵的那种五盎司牛排，什么牛小排。铁板烧可能还可以，小火锅，因为妮妮都说她自己一个人出去，她妮妮说她都很常自己一个人去吃饭，或是自己一个人去吃东西。我有去自己一个人去西门过了，感觉就是凌晨就会自己一个人去那种高级的那种。铁板烧店，然后还有包厢，然后进去之后就是全包厢就你一个人，然后厨师有两三个人就为你煮菜的，然后超贵。谢谢本丸有，我好像本丸也很常自己一个人出门。本丸有没有推荐自己一个人可以去吃的餐厅？然后价格偏。正常的，不要太贵，不要太便宜，太便宜那种小吃摊，我是不会自己一个人进去吃的，我都外带。我觉得那种小吃摊自己一个人去吃，我不敢坐在外面，我只敢坐在里面。本来应该蛮常自己一个人出门的，有没有推荐就是一个人可以去吃的餐厅？春水堂。好像可以哦，春水堂。回转寿司，我有吃过，我自己一个人去吃过回转寿司。我有自己一个去吃过回转寿司，我去吃真鲜的。我自己一个人去吃过。我上次好像和安去吃什么寿司郎还是什么藏寿司，忘记了。反正就是我有和安去吃过寿司。然后安安吃超多，这是安安真的是食量蛮大的，还很瘦。鼎泰丰，哎，我没有吃过鼎泰丰，鼎泰丰会不会很贵啊？一笼多少啊？鼎泰丰的那个小笼包一笼多少？比夜市贵？废话，当然知道比夜市贵。你在讽刺我之前说过的话吗？你都吃几盘就饱啦？我一盘，我一笼就饱了吧？我不吃不到一笼就饱了。鼎泰丰不便宜，上次跟我妈去吃，随便就1-2000。鼎泰丰也没那么贵吧？就是要排队啊。我还没吃过鼎泰丰哎，好吃吗？
还有哪里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吃饭？欸，上次我去一兰不用排队，超级新奇。我昨天自己一个人去吃一兰，不用排队。你自己一个人去，我超爱自己一个人去吃一兰，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去吃一兰，你就是可以先插队，因为他们只比较多吃一个人的位置。还有什么意大利面店之类的？哦，夯面房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吃。虾仁炒饭，去鼎泰丰不就是要去吃小笼包的吗？欸，那其实蛮便宜的，所以鼎泰丰一笼十颗，然后一笼220，那也蛮便宜，那算便宜的，跟一兰比起来的话，因为一兰一碗拉面就288。对不起，我现在在寻找一个人，因为我都自己一个人去吃饭，我就是那么的可怜。因为我吃饭时间很奇怪，别人可能是早上7、8点吃早餐，然后我就是不吃早餐，然后别人可能中午11、12点吃午餐，我可能下午2、3点才吃午餐，甚至3、4点才吃第一餐。然后我晚餐可能就变成是宵夜，我宵夜可能就会吃热量高很高很高的东西，例如是烧烤啊之类的。我也觉得，我一笼大概就可以了，但是我还要看我喜欢吃的东西，又可以吃很多，普通就吃的很少。像水莲，我就可以吃很多。不藏私公开瘦身秘诀，哎，而且我跟你们说，真的不要因为一时的饿就暴食，因为你忍一下你就不饿了，因为体内会分泌肝糖、葡萄糖。之前生物课教过，反正就是体内会分泌一个什么肝什么糖什么糖分什么糖，然后就让你没有那么的饿。吃的排队很久吗？我跟你们说，如果我排队很久的话，我就会吃的特别的多。好，可以，我可以接受排队很久，因为一兰都要排很久，我可能排很久一兰，我就会吃很多份，我就会加饭加面。不然就会闪烧，就当然瘦的啦啦啦。那就不要吃东西啊，就不要吃就不会胖了。就到底是有多爱吃东西啊？我是没有到爱吃东西到一定要吃东西啊，但是你最近去的那几家都蛮好吃的。我最近去哪几家？我最近吃什么？一兰吗？还是什么？我最近吃了哪几家？我最近吃了什么啊？最近吃了什么？哦，你是说那些甜点店吗？我是说正餐的店欸，那个吉拿邦，那是和我朋友说他想去的，而且那个好像在公司附近吧，随时都想吃都可以吃。那些都是甜点店啊，很少有正餐店欸。但一个人去吃很尴尬，我现在还在寻找，我现在要习惯一个人做一些事情，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人去看电影，对不起，我还没有挑战成功，对不起，我还是没有挑战成功。欸，本娃好像自己很常自己一个人出去，告诉我有什么自己一个人去的秘诀，不要在乎旁人眼光，还是克服自己心理障碍，就自己一个人出门的部分，一个人唱卡拉 OK 太孤独了吧。太孤独了吧？老师之前有问我们，就是孤独指数，我就说看电影，老师说看电影真的还好，
他说看电影真的还好，我想说是吗？我觉得看电影很孤独哎、欸。你要一个人抱着爆米花很尴尬，一个人抱爆米花超尴尬的。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你一个人去出门有点不方便，就是有方便的地方，就是你不用去在乎别人的感受。你有时候去上厕所要领钱，你需要别人帮你顾东西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反正安安的自己一个人坐着，哦，就给他走进去。啊，其他地方呢？什么看展览？我谁敢看展览自己一个人去、啊？我想过要不要看展览自己一个人去北美馆之类的，然后觉得好怪哦，整馆就我自己一个人，然后那个展里面有些也是黑黑暗暗的，就很可怕。而且北美馆有些声音很怪，就北美馆有些隔音很差，就有因为可能放什么音效声音，然后就会传到另外一个展览间，然后就会觉得很可怕，我就不敢自己一个人去看展览。我知道你自己一个人去看如何，印象展好看吗？还不错吧，感觉没什么人，而且自己一个人时间可以自己掌握。嗯，对啊，是啦。小姐你不错，颇壮观，不会被搭讪吧？可能服务员会特别照顾，因为就你一个人，然后不懂的可能比较多吧，是不至于会被搭讪啊。但是我学车那天的确是就是被搭讪，我觉得非常的尴尬，投影效果弄得不错，我也觉得。还有一个，我最近也有去看达利展，达利展在中正纪念堂的蓝色，就是白色的建筑，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中正纪念堂有一个两厅院，不走进去不是有一个公园？公园里面不是有一个白色建筑，然后蓝色的屋顶吗？类似那种，然后走进去，然后左边有达利展，达利的。超现实主义展览，然后我有去，跟朋友最近有去，只是我没有 po 文，因为我看最近看太多展了，我不想要一直洗版。反正我就是有去看那个达利展，对，嗯，达利，我觉得我还蛮喜欢他，就是他就是一个疯狂的天才，里面的画我也觉得还蛮吸引我的，是会让我有点震惊感，因为其实我平常看的都是比较。油画类型，然后比较是莫内的那种印象派，就是比较单纯就在画风景这样。可是达利是比较属于一个有点很像是抽象派，但是他又不是抽象派，有点是超现实主义，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他这展的主题是神曲。对，但丁的神曲，你们可以去看，它有分天堂、地狱，这样。我可以本王可以去踩点，我打给你们。可以，那也可以先去购票。中正达利展，中正达利展，就上网 Google 关键字就有了。因为我其实还蛮喜欢跑展览的，所以我就在上网查很多展览。但最近就是达利展，最近有的时候达利展，因为上次本来要和朋友去北美馆看文艺复兴展览，但是美术馆礼拜一公休，所以我们就随便去找了一个展览。对嘴唇很有印象，嘴唇。
有兴趣的话，我可以 po IG 限动，你们可以看几幅，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去看。那时候我和我朋友去蛮多的，很好奇哪个朋友配置玲玲跑展览，就有些没有，我真的怀疑是我的朋友圈是因为我看展览，所以他们真相，因为其实我朋友他们渐渐爱跑去美术馆，我觉得是我先跑去美术馆，有一次好像是和朋友随便，本来是要去台中的美术馆，但是突然发现有北美馆，就是台北有北美馆这种东西在花博那边。然后就跑过去，觉得那边还不错，然后就一直和朋友过去，然后我就发文，然后别人看到就也跑过去，然后跑到老师知道我有很常去看展览，然后跟大家说你们要常去看美术馆看展览，然后大家都跑去，然后拍照拍网美照。可是我之前其实也是在美术馆拍网美照，可是我渐渐的变成说是只拍画不拍自我，因为灯光跟整个感觉，除非真的有一个很适合拍照的地方。不然通常不太会拍完美照。里头有稍微提到但丁。OK， 火线圈。OK， 我前几天看大娱乐家，对不起，对，我就是昨天才看大娱乐家。我昨天才看大娱乐家，我觉得没有很好看哎、欸，还是因为我已经知道剧情了。我就觉得还没有很好看，就是他没有拍的让我很 shock， 就是通常奇异怪人配上马戏团，配上个家庭的故事是可以产生很多很美的情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每次的开始唱歌的时候的，我就会觉得很腻。就是可是妙女郎就不会让我觉得哦，他又要开始唱歌了这样。窈窕淑女也不会，但是大娱乐家就会有一种，这明明可以用讲话代替，然后就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来用歌曲，就是歌唱的戏，就是歌舞的方式代替，我也觉得很太冗长了。就是大娱乐家，我自己是觉得就这样，就是很平淡，就这样，就是很平淡。有感动的地方，但是感动的地方会让我觉得哦，好像已经感动过了。就是它里面好像有一个台词说：“谢谢你让我们这么的满足到我们有一个家庭的感觉。”然后它就好像里面有说：“谢谢你让我们有被认同，然后有一家人的感觉，然后让我们很开心什么。”然后就已经讲过这个点，然后之后感动的点又是这个，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哎、欸，就是你们应该有看过《大娱乐家》吧，《大娱乐家》是一个很红的电影。我自己对我就是昨天才看，我真的觉得还好。我里面的歌曲很好听，歌曲是很好听，唱的很好听，但就是剧情的话就是还好。我自己是还蛮想看，最近有想要看。新小妇人 Netflix 上面的，也有想要看紫色姐妹花跟罗马，还在考虑要不要看，因为不知道看了会不会喜欢，要浪费时间，不想浪费时间看烂片。我最近有看麻雀变凤凰哎、欸，我觉得麻雀变凤凰也是一个非常，它是迪士尼的。我觉得迪士尼都太梦幻了，没有符合我这种现实感。就是有点好看吗？紫色姐妹花好看吗？就是有点太梦幻了。就是麻雀变凤凰，基本上其实因为我去爬文章，然后他们就说麻雀变凤凰本来的结局是女主角，因为那个我要怎么讲那个关键字？那个不能讲，因为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导致死亡。然后，可是这比较负面现实。可是迪士尼就把它拍得很梦幻，变成好像是一个堕落女子，然后上了一个有钱人的跑车，然后住进他的公寓，住进有钱人的高级酒店之后，就麻雀变凤凰，就一要成名，一要就变得上流社会的人，顶尖人物，然后就他们就结婚。就这样，
你喜欢比较文艺的片子吗？我没有说喜欢，我没有说喜欢什么，但是我觉得文艺的片，就是我其实喜欢的东西蛮广的，就是我喜欢的片是那种比较，历史性的战争片，然后爱情，我觉得我可以喜欢爱情，但是我不喜欢全部都是爱情，我喜欢有点就是比较有探讨意义的东西，不喜欢全部都只有爱情。我不知道我最近有看过什么西班牙格雷什么心动隔扇窗，我完全不行，我觉得超烂的。我觉得超懒的，就是他们光拍摄手法我觉得就很懒，就通常到了一个点你会想要继续看下去，可是他们在那个点又做一个收尾，然后又换镜头，通常会吊到观众胃口，没错，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吊到我胃口，你就是到了一个很高潮的点，通常就是要继续播下去，让观众渐入佳境，而不是换景，懂吗？就是我无法接受心动隔扇窗，到底什么东西？格雷拍的就已经没有很好了，然后还要说是格雷，然后还比格雷拍的更烂。我现在我不要以为玲玲只会讲好片哦，我会讲烂片。然后我有看《滚滚红尘》，但其实《滚滚红尘》是你要有阅读，你还是要有了解过它的背景，因为他其实在有一半是张爱玲三毛的故事，我通常这两个是我很喜欢的作家，所以他们的剧情我是可以理解的，我是蛮喜欢的。哈，我不喜欢看那种很血腥的那种，我不喜欢看那种很血腥的片。赎罪，如果我也不喜欢推理片，因为我头脑不好，所以我看推理片会觉得卡住。机场，还有什么片吗？我想一下，推荐你们不要踩雷的那种片。其实有些地方我没有看得很懂，但是是拍的不错的片。《滚滚红尘》是拍的不错的片，《甜蜜蜜》也是，都是拍的不错的片。只是三毛有些剧情的构思，我会觉得有点跳痛。我也不喜欢看星际片，我不喜欢看科幻片，我喜欢看写实片。爸爸的片单跟我很像，没有，爸爸的片单不是我看的。他只要推荐我看的什么电影，我都觉得 OK， 好，你喜欢就好。那真的不要去看一些烂片就好。还有什么片哦？拉拉链也很烂啊！我不懂为什么那么多小朋友喜欢拉拉链呢？我不知道拉拉链到底哪里好看的？他在谈的是梦想跟爱情，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完全就是没有在顾虑现实，也没有在，就完全没有让我觉得有冲突感。现实、梦想、爱情是要有冲突感，但是他没有拍的让我觉得有冲突感，他就是爱情这样，就拉拉链真的当幸福敲门，那个是什么偶像剧啊？拉拉链真的不要去看，我真的觉得拉拉链还好，音乐是蛮好听，但是拉拉链真的还好。麻雀变凤凰也不要去看，那真的也还好。对啊，都没有什么 OK 的嘛，都没有什么，还有什么片？拉拉链真的很烂，到底在红什么？他就是好像有点想要，有点
妙女郎的感觉，但是妙女郎真的赞啊，拉链就是不行。我觉得要抨击大家说的好片。哦，我是还没有看过瀑布啦，但瀑布好看吗？你说瀑布很烂欸，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看瀑布，而且我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看比悲惨还要悲惨的事，说比悲伤还要悲伤，比悲伤还悲伤 的故事，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看比悲伤还悲伤的故事，就感觉就是很爱情的片，到底有什么比悲伤好看？辛德勒的名单 Netflix 上面好像没有，有哦，我有想要看过辛德勒的名单，但是好像太沉重太黑暗了，所以我就没有想要看下去，因为我觉得我的心情会被受影响，但是我是蛮想看辛德勒的名单，但是我真的蛮推荐1995消失的19951994消失的19931995忘记了，反正就是消失的1995的那一个纪录片，就是那个纪录片拍得很好，有得过奥斯卡。我的脚麻掉了，我刚刚盘腿坐太久，我的腿麻掉了。1945 OK 1945忘记了，好看欸，1995笑刺激，1995还在考虑要不要看。1995不是没有，我突然荡掉，对不起。我想到1995，我想要刺激1995了。哦，我的脚麻掉了，怎么办？我的腿，等我的腿麻掉，等我的腿不麻，我的腿。你们应该有腿麻的经验吧？一定有，自己一脚脚，拜托看一下。好啦，好看啦，但是是不是很长啊？好像每个人都有的，怎么可能没有人腿麻？我想要念榜。第一名是零零神推，谢谢零零神推。第二名是变成新鲜柠檬，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第三名是本丸，谢谢本丸。然后第四名是加速，谢谢加速。第五名是回回，谢回回。第六名是木婷，谢木婷。第七名是 Liqua， 谢谢 Liqua。第八名是北原，谢谢北原。第九名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第九名是 Free Plus， 谢谢 Free Plus。第十名才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好看，大家都说一刺激1995很好看。好啦，然后还有人说《阿甘正传》在当时比《刺激1995》还要红，可是他觉得《刺激1995》比较好看，因为我也只有看过《阿甘正传》，但是我觉得《阿甘正传》很好看。拜拜。对啊，为什么啊？那为什么他突然开始红起？拜拜。好了，我看完《刺激1995》再，我看完《刺激1995》再跟你们分享。直接进入到他们的有限平台哦。奶奶，谢本的元宵提灯。睡前喝杯牛奶，为什么？哦，我还想看绿色奇迹。绿色奇迹好看吗？绿色奇迹好看吗？
也不错哦。好，那我就先不要看紫色姐妹花了，拜拜。哦，律师，我觉得我爸的梗都很难笑，哎，一点都不好笑，拜拜。大家拜拜，不要理我爸的梗，真的是他真的很无聊。哈，他是奇幻元素哦，我还思考要不要看。